汁，原汁原味的原汁，啊，国瑜兄、三正兄，还有两位，哦，诸位，对，诸位穿的这个衣服，我们黄志雄、黄诸位运动健将，对，记得了，是，好，来，徐伟兄，啊，伟杰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，早。哇，这么冷的天，我想说还会有人来吗？哇，结果满坑满谷，位置坐满，哦，真不简单哈、哦！表示大家天气虽然是冷的，大家的心是火热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明年1月13号，立委投谁啊？叶元之。谁？叶元之。总统谁？侯友宜。总统谁？侯友宜。这样就对了啊、哦！政党国民党啊、哦，政党国民党。我想前面既然前面都投了叶元之、投友宜政党，一定是国民党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票不是只是为叶元之投的、哦，也不是只是为侯友宜投的、哦，也不是只是投国民党哦，这票也投给我们自己，真的也投给我们自己。哦，真的国家面临这样哦，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所以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选最强的组合，对不对？对。想到当年的，就是前几年的疫情哈、哦，我就真的认为新北市，不管你是什么党啊，不是只有国民党啊，你甚至民进党，你都应该投侯友宜。那个时候，民进党中央是怎么对我们新北市的？大家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要疫苗，一剂都没啦，一支疫苗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。怎么等？怎么催？就是不来。民进党执政的县市，像高雄啊等等之类的，要5毛，给1块，给10块，给100块，给10000块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记不记得？记得。除非没有健忘症，记不记得？记得。不要那么容易健忘了，也不过3年的时间。我告诉各位，光记得这一点，不只是国民党，连民进党的新北市民都不应该投给民进党，对不对？对。孔子讲了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直啊？以直报怨就可以了，不要以德报怨了。以直报怨就是公平，你怎么对我，我怎么对你。你民进党政府怎么对新北市的全台湾最大的直辖市，当时疫情那么严重，跟你要疫苗就是不给，最后还说我们平均分配，什么平均分配啊？当然按照疫情来分配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什么平均分配呢？乱讲一通，真是可恶。我告诉各位，我想起来我都替新北市民不值，还投了不少票给他们，为什么？真可恶。民进党就凭这一点就应该下台。你是中央执政，你全台湾每一个县市，不管蓝绿，都是属于你的嘛，都是你管辖的嘛，都是你的人民嘛，是不是？是。我自己做环保署长的时候，苏贞昌是屏东县长，邀我到屏东看环保设施，看核电厂，看垃圾场，看那个地层下陷状况，我就花了一天的时间陪他，该给的补助一毛不少。不会因为你是民进党的屏东县长，我就不给你补助。尤清台北县长要的补助，该给的就给。你中央不是就应该这样子吗？没错，怎么可以厚比薄此，大小眼呢？真是可恶。好，最近老共本来说是1月12号要公布调查台湾跟大陆有没有公平不公平贸易，结果他大概怕，如果1月12号公布，我被他讲哦，你在想影响选举嘛？你在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、啊、你什么时候不好公布呢？1月14也可以啊，干嘛1月12呢？哦，但结果他前天公布了，啊、哦，说我们的确有贸易壁垒，就是我们什么叫壁垒呢？就是不管是用关税啦或非关税啊，设置障碍让他不能来，这叫壁垒啦啊、哦。然后呢，林佳龙就骂了，说你什么侯友宜啊、柯文哲啊，对吧？你为什么要合理化他的做法等等哈、哦？这就表示什么哈？表示民进党跟中国大陆一点都没有能力坐下来好好谈，
中国大陆很重要哦，我们去年赚它1600亿美金啊，对不对？事实上的确台湾不准它2509项产品不能进来，其中农产品就是1100多项，这是事实啊。但是为什么以前他不讲话呢？事实这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啊，天下哪有这种事情，只有你可以卖我，只有我可以卖你，你不能卖我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大嘛，大就让让我们嘛，我们的农业需要保护啊，我们很多的中小企业很多的产业是需要保护的，所以你就好让让我们嘛，本来就应该啊，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求保护啊，但是你总要坐下来谈啊，你光赚人家的钱，8年来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谈，这不很奇怪吗？而且禁止的东西还增加了，现在2400多项啊、哦，我记得原来产量2459，现在变成2509，还增加了项目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民进党没有能力谈，民进党不会谈，民进党不敢谈，民进党不愿意谈，让国民党去谈好不好？好。我告诉各位，两岸之间最早的谈判是谁去谈的？大家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对，侯友宜去谈的，在原汁原味，到底比较清楚。千岛湖事件记得吗？台湾的旅行团到千岛湖，上个船包一个船，后来我也去了。有段时间我不想去千岛湖，想到千岛湖就想到台湾的同胞，那些什么坏蛋啊、海盗啊，也不是海盗了，就当地那些强盗、啊、就跑上船，把那个整船人干掉啊，船就掉到千岛湖里面。千岛湖很美，它是个大的一个水库。谁去谈的？侯友宜去谈的，谈什么？两岸互打，怎么样抓坏蛋？所以你两岸不管怎么样都要谈嘛，你民进党没有能力谈嘛。然后今天要求说我们在 WTO 的架构下谈，老共不会跟你啊，你想台湾老是想借机把问题国际化，那这就不要跟你啊，他就看他也懂得你的你到底想什么，所以你根本不能谈啊，那问题总要解决啊。所以我就讲嘛，两岸问题民进党毫没有办法了，一点步都没有了，都不会多了，交给国民党嘛。所以明年1月13号，为了我们国家的前途，为了两岸的和平，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，为我们的子孙的幸福，1月10号这一票投给叶元之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教育博士呢，叶元之台大政治系，南加大师大的教育学博士呢，所以他对教育非常重视，对不对？争取很多教育的制度啊，教育的这个改革啊，争取很多的篮球场啊、运动设施啊，为我们新北的这个孩子的教育啊，还有教育的制度啊，费尽苦心。哦，这样的专业教育重不重要？重要。10年树木，100年树人，对不对？教育是百年大计，我们当然要选一个教育博士、教育专家，而且他当议员当的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议员做得太好了嘛，所以议员做这么好。立委要不要让他继续能够干立委，替我们做更多的事情？可以，要。好，我们来替他加油来。叶元之，动算。叶元之，动算。叶元之，动算。元之，元之，元之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谢谢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2-3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